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长城》发布会于7月2日举行，发布会现场星光熠熠，大咖小鲜肉云集。据悉，《长城》由王俊凯、陈学冬、鹿晗、景甜、林更新、郑恺、彭于晏、张涵予、刘德华、威廉达夫等联合演出。据悉，靠着鹿晗、王俊凯这两个小鲜肉，发布会的入场名额已经被黄牛炒至20000一个，这是抢钱的节奏啊！随后，鹿晗便在微博抛出一组现场自拍照，分别是与马特·达蒙、张涵予、王俊凯、刘德华等人的合影。照片中，他们或帅气微笑，或搞笑卖萌，真是十分可爱。大小鲜肉同框，简直毫无违和感，在一起真是其乐融融。其中 TFBOYS 小队长王俊凯与鹿晗的合影引发了网友们的狂热追捧，最后一张两小伙都很帅，最后一张简直是历史性的一幕。芒果新闻这才几十分钟就大几万的评论，人气也要快超过我了呀。报道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长城》发布会于7月2日举行，发布会现场星光熠熠，大咖小鲜肉云集。据悉，《长城》由王俊凯、陈学冬、鹿晗、景甜、林更新、郑恺、彭于晏、张涵予、刘德华、威廉达夫等联合演出。据悉，靠着鹿晗、王俊凯这两个小鲜肉，发布会的入场名额已经被黄牛炒至20000一个，这是抢钱的节奏啊！随后，鹿晗便在微博抛出一组现场自拍照，分别是与马特·达蒙、张涵予、王俊凯、刘德华等人的合影。照片中，他们或帅气微笑，或搞笑卖萌，真是十分可爱。大小鲜肉同框，简直毫无违和感，在一起真是其乐融融。其中 TFBOYS 小队长王俊凯与鹿晗的合影引发了网友们的狂热追捧，最后一张两小伙都很帅，最后一张简直是历史性的一幕。芒果新闻这才几十分钟就大几万的评论，人气也要快超过我了呀。报道